好可怕哦！他有分左跟右，他告诉我哪边要来。哦，干！哇，在火车站伏地挺身，冲！无人机不能跟着我。哎、欸，哎呀，我不能进去啊！我以为我是要进去。叛徒？为什么就要叫我叛徒？那、啊、快跑！哎呦！敢都不会摔下去，妈的，超屌！哎、欸。我什么时候按 LB 啊？他没有告诉我。那这个人是谁？哎、欸，我刚没有按太快，没有看到他前面。靠，直升机耶！哎、欸、靠！一枪就死。超过分！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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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险！有没有想到那个捍卫任务？妈的，狂打，什么东西都拿得起。这又是一个继《黑帝斯》之后，我的手按到快爆炸的游戏。不要害怕，市民们，我是来拯救你们的。你让我先看一下有没有武器可以捡。Nope。不要靠近窗户。哦，他会射到自己人呢、欸。干，好危险呢、哦！哈哈。哦，这个对不起，这是平民。哎呦，直升机炸了，很好。居然敢飞那么低，一看就知道是菜鸡。肯定还有更多人在等着。鼠王，哦，米老鼠，关卡完成。哎、欸，好快啊，一关超快的。我明天要参加婚礼，解除成就。B。这么说，小托尼那个杂种已经死了，那你知道意味着什么吗？对吧？有两种可能：一，你真的是幽灵；二，你是犯罪分子，情况对你不利。幽灵是指某一个单位吗？你被陷害了。幽灵说的实话。我不知道这段这个的剧情，我不喜欢这种一直在那边猜测，你就让我一直过就好了，不要一直给我多那么多后续线索。或许应该之后会突然接回来这一关，然后就继续往后走啦。通常会这样子设定剧情的都是这种方式，就是可能到第50关，不是没有那么多，可能到第30关之后，就是从这个地方继续开始走。在小托尼的电话上，我们快到了。
负责打架。好，绕一下。哇，还有拿盾牌欸。非讨厌！哎 ，shit！ 妈的，剑！跟我抢！哎呦，踢到我！刀子，绕一下，没有东西，走。娃娃脸，你活过来了，但是改邪归正了。升级时，我们的城市快要完蛋了。不认得，我是德克斯。我们一起帮大头头做事过，好像就在昨天，当然是罪犯罪。哦，所以我也是犯罪喽。God bless me。OK， 这个是哦剧情啊。什么脸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我听到你提到了鼠王，还说要把它丢到下水道里。要是你不是娃娃脸，怎么会往它下水道里？我说的是我在搂叶子，这是念叶吗？打算把它丢到家外面的下水道里，我知道那样不好，但是肥香太贵了。你瞧，我是无辜的，居然也不是娃娃脸，但任丢二世，那是个罪犯。啊！不要！可恶 ，some of the bitch， 先打那个，等一下，救我过。哎。知道干掉他，竟然要制造鼠王在下水道，这简直太明显了，好不啦？好，这个翻译别被骗了。啊，从这边进去，可以捡吗？哦，不行，没有武器了，好吧。哎呦，他刚刚是不是想要来一个轰天雷？这个游戏的画面虽然简单，但是它的东西做得很扎实，打击感也不错，震动也拿得很恰当。只是听说后面的敌人很恶心，警卫耶。敌人可以使用护盾部分敌我。绿色帮还没收到消息。我打警卫吗？妈的！你被我枪哦，我有枪就无敌了。你们来错地方了，废柴！大头头不会高兴。想先收我身？我先看他们两个，他们打架。你看，这有人在拍手，我跟他一起拍。我先看他们打。哎呦！我也来还你，哎，还错人，抱歉，抱歉。这个啦，拿去。被用垃圾桶打死。哎、欸，哦，这往这边走没错，是吧？他刚刚还是说他可以往下，我不知道。
在我身边的时候就不用装酷了，要是方便的话，尽管去尿就好了。等你方便完，我们可以进入废弃地铁站。哦，是他在告诉我这一关是在厕所，是不是？这里有一股香味。就把他的脑袋是娃娃脸干掉他！哎、欸，他拿马桶盖、欸，他们全部都拿马桶那个厕所用具。哎、欸，我可以抓住有那个的，看我拿那个周星驰的马桶磁盘终结棍。刚刚那边有一个人欸，哎呦，枪，还有枪，擦一下，来了！哇靠，刀客，这是什么？哎、欸，啊，我怎么这？他的那个吸盘会吸到脸上。哎呦，好危险！哇、哦，好危险！来，再一根，第二根，快笑死！哦，这边还有人，抱歉。好好笑、哦，他头上有两根，然后而且他还不拿下来，一直在那边。这个吸盘太有趣啊！这个人在干嘛？他在打电动哎。Hello。下一站第十万关，他玩了多少关卡？这个人根本就对我的剧情一点帮助都没有。哎、欸，一关太快了吧！地下铁，鼠王，我已经查清楚，这个人被打了。我可以一直按终结技耶，我以为它有限制。哦，靠腰哦！妈的！还你！我可以走下面吗？应该是没有办法，它应该只有一条路而已，整个游戏就是一条路。哦，有人拿枪！哎、欸，我的枪，干！我一直按太快。王真的只是个老鼠，屁啦！大哥大，怎么有那么多名字啊？Oh shit！刀客，哎，我往上打，太忙了。
哦、oh! ！哦、oh, ，他好痛！哎、欸，我会自动回血、啊、哦。那这个游戏不会太难、啊，可以自动回血，就是都不会，基本上都不会太难。没有。我觉得会有火车哦。哎，没有，火车都被那个瘟疫携带着，什么意思？我主角是哑巴是不是？干他怎么了？他打药哎、欸。我靠！有枪！锤爆！这边都没有东西哈，好像也不太需要找什么收集。靠背！乱打。就被我打死！哦！这边应该，我刚这边应该是没有，我绕一下，还是想绕一下，因为我不确定我是不是有走错，或者是错过什么。这里也可以过来。哦，这边就是一整张大地图。那这里呢 ？No， 不用特别绕哈，应该不用特别绕，除非是有那个，应该是收集要素吧，就是跟人讲话那个任务。过关了，哈哈。OK。哇哦，哇哦，这一关很刺激哦，有火车咯，这样会没命的。大家看到火车铁轨在动就要跑。我绝对不要站在火车铁轨上打架。Fuck！ 全部被碾死。哦，他有分左跟右，他会告诉我哪边要来。哦，干，超可怕！来，这边一点打。基本上一左一右吧。哈哈哈，好好笑、哦！干，好危险啊！
妈的！哦，我们必须阻止，真的会吃人。哎，没有火车了吗？哦，火车，哦，就这样哈，哦，好短。这一关是一分钟就结束了，好快哦。哦，原来旁边这个，旁边那个影片是我刚刚打的样子啊，好酷哦，精彩时刻吧。强烈的气息，那边有个人呢，不能跟他讲话。看这些是怎样尸体 ？Hello， 哎，他认识我。OK， 好。他们从哪里上来？干僵尸哎！鼠人。心哦，鼠人，他是死了吗？所以用一个比较好笑的方式讲，这个好像快坏了，我有没有别的去？no， 哎，怎么可以上来？啊，敌人出生口。嗯，他们在吃什么？亲爱的妈妈，什么啊？他们疯了！他们在喂他。干啥小？干，我要先打掉那只麻烦的。啊！不要！他一定要拿武器打，不然太不痛了。大老板做过这种恶心的事，奇怪实验，而且他们很享受。鼠王来了吗？不是，哎，出来了，鼠王就是他。娃娃脸，你活过来了，但却用我子民的鲜血沾污了活人之地。你就是鼠王，也不是大鼠熊，你是猫。OK， 至高者。爱上。配得上他的爱，证明血债血偿。这就被我踢了。哦呀 ，fuck！ 哇哦！
痛，靠飞啊！小天要死，要死，要死！这里，来，给你！妈的！你这怪物，我的孩子，他可以脸埋在水里讲话，他同情过我和我的孩子。好，好哦。哦，应该是没有其他东西，我就不绕了。不是今天。啊！不是。靠呗，快死！啊！死！干好痛哦，他打人好痛。我不能一直起来，快快快快快，还好他的储存点很人性化，就在旁边。